送的那种喏，你不知道啥么喏？干好比，你在这等我下你去妈啊！上午不是偷到回来我们的，该怎个先别阿龙明个啦吧？我那妈妈不是那个不留的那个来接家吧？啊，行，哎，老板，那个你耳机借我听听歌呗？你这个啊，那家里有看到阿伟吧？惦记很久了吧？加一双没有？那送的啊，真的、啊、老板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妈妈不啊，得给气够高的喏，都要木牙来的过噻啊！啊，把你来的塞进去吧，喏。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。都快得先手一照了，妈妈不。一个人。嗯，小哥哥的要爹来的。那个我没有，我等人。你在听歌吗？得先拿场来了啊！妈妈不是那结果来录了没？对啊。能不能一起听？拿场回家来的。不是，这不太好吧？这个。嗯。就听一首嘛，好不好嘛？这包里吧。行吧呢，妈妈不是要来呢，老板妈妈不是要来呢，是下手吧，有时候都对面的先拿场房来啊，这样呢，妈妈不是我看对了啊，没什么事先会吧，啊，老板，咱们公司今天什么时候放假？那边两个那边新来的，你还在啊？哦，对了，大家等一下，那个最近疫情情况不是挺严重的吗？政府提让大家就是留在深圳过年，我给大家准备了点小心意啊。大家不回家过年，我帮你背点喏。啊，阿拉爷嘞嘛，半夜起来过来，不要哭。谢谢老板，老板我。谢谢老板。都家牛嘞。谢谢老板。啊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哇，老板那个。啊，都这，俺这个哟。我的呢。啊，都瞄着 AG 呢，都这，都啊，在这里边说着，哎，打着，不是。啊，这家伙在这里的。我的助手啊。我进来的嘞，啊，咋办嘞？印度拉姆的有三千多了，搞多了。这是印度啊，卖的哈。这个我印度背上嘞，这个我背上，我不想背上。老板，啊，怎么样？那个我合同快到期了，我想出去看看。合同到期了吗？去香港。咱兄弟俩别多了，那太小了不？你也对咱兄弟别生拉来的。我不签，来慢慢抽乌的。你说不签，你这老样子，妈的！哎呦，你是吧？早都被我扔了，我靠！谁给你乱逼来不呢？把那老的签。我就签是吧？乱逼来不了，来定了来的。干嘛呀你？你好。哈哈，这他妈爱的累的喏，啊，咋着的？不是老板这……啊，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白养不的，这他妈我都受不了了。走吧。老板，我想借你车去接小朋友。现在要回去了。可以啊，走呗。啊，压来的，坐来。行。哪里啊？你是要家里来的？女的。啊。来呀。啊。行，走。那个老板。你坐后面呗。这天嘛，我脑壳嘛都要太开了，啊，脑壳太阳没了，好几度。因为我那个朋友，那时候等于现在空气嘛太强了，啊，对。再说了，那才是老板位嘛，对吧？没问题。啊，开 CPU 了啊，都火光来了。再见了。老板，你不吃啊？没事。拉姆宝，你先不都拉姆嘞？买了，等先不都拉姆了，还叫那来？哎呦我的妈！天嘛，他们真的啊，来！哇，老板可以啊！啊！哎，问你个问题，没啥问题的。假如，给你100块钱，好，你按我那路线，第二也没的。亲我一口，嗯，好。烟拉的明克雷哥能流行的台湾呀，啊，不要约我。1000块钱，今天世界上最漂亮的男子，你不要约我了。你会想吗？那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。你干嘛呀？当然是新娘了。他怎么不是？哎呀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对不对？不，那我问你，如果给你100块钱，让。
我那样对呀呀嘛，学生要交那个那样的讨厌嘛，八月嘛来的，他他妈我别，他他妈我都把那表面了。亲我一口，和给你一千块，让你去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孩子，你选什么？他妈过的不一样嘛，哪条件？学生要交的那么多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有，都把学生的。不行，不行，这太毛病了，怪的，不行。一千一啊！我戒不掉你，强戒不了。学生要家里我奶奶。漫长的距离，让老板体会一下。拿来吧你，老板，对吃啥饭来了？哦，你这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开车。你拿来吧你。嗯，拿来吧你。这方面的不呢，老板。那饮料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啊！那天发现你老了吧你？我操，酒啊！别擦，大哥！吴秋呢？你那在啥没想要？胆子看起来不错。接下来我们收。你老了吧你？都看得见了，能见了。老板，你玩啥呢？啊？你老了吧你？你这都这样了啊？你看到昨天嘛不一样了，把改他来少的改他，他看的。不是，老板这啊，这不一样了，昨天嘛我们过的那么多呢，这方面，懂不懂？啊，该好比哪了，那包就塞进来了，该好比等于前面那农民个喇叭。哎呀，对，不好好干活了。我们老板变来了，变笑了。哎呀，老板，那谁干的了？我是在想啊，年纪啊，什么不行嘛，烟雾太多了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活得久点，能长命百岁啊？既然啊，再是那些谁来骗来的？我谁来？我谁来没到了屋里？那又不抽烟。那就戒酒呗。哎呀，老板，我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啥时候请我喝？哎呀，也到了面铺路了。不酒。是哈、啊，那嗯，戒色呗。啊，戒戒雷的。你又不是老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我又不好这一口。你啥也不好，你混大脚一彪人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太麻木了呢。老板，啊，你找我呀？你在下班有空吗？嗯。哦。有啊，怎么了？我去看电影，我买了三张电影票。我想多去哪来的？三场？不，就我。那都小张那边的，真的要点好拿的，把那都小我。我们两个电影买三张干嘛？还有谁啊？一张给我爸。背多的裤，没多的裤，背多的裤，跟你妈勒的。一张给我妈，还有一张给我妹，这样晚上。到时候人家家人嘛，不是外面洗头屋里的，过来点卖呢，啊，那个他们先追没的，哈哈哈哈哈，因为那个他们先追嘛，我哎，因为的阳光不洗头，我陪人，阿妹呀，你妈哩，有钱来嘛，我不来了，因为的阳光不洗头。我还是想看电影啊，有钱去了。吃完饭来，我看今天是一个啥子的，欢迎。哦，没啊，我在现在楼看不楼零的。又想骗我去你家洗碗是吧？门都没有。该等一下没阿龙明了，我结束点嘛，但那他不丢了嘛，变对家没，那对不对？把那沙僧接回来，对吧？都结束点嘛的。